直播间全是妹子啊，怎么全是妹子？那行，我等会儿拉个妹子，拉个妹子玩个露露或者猫咪，跟着我，哎，舒服，这样就不需要扮露露猫了。别，你们要开麦啊，妹子要开麦的，兄弟们不要搞，不要搞假的。我不信你们还能开个变身器过来玩喽。猫咪好嚣张啊！来两局 Q 吧。你看，把甲壳撕，等会儿吧，好吧，下盘下盘，下盘有个妹子来辅助我，挺不错的。这样的话，玩什么都能 C， 兄弟们，不怕你们送了，对。要不然你们送给我压力挺大的，有妹子是吧？行，等会拉个妹子。有妹子这样，我就可以不扮那个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不扮那个猫咪跟那个露露了。不然的话，这两个放出来，我们这边基本上大老爷们都不会玩。好，看我月了呗。六文主一技能。属于技能负三，属于 Q 负一。猫咪，你喜欢下车？哎呀，泰坦死了，泰坦应该走的。泰坦走的话，最高，好吧，拉个颜值最高的，来个颜值最高的。人开蛇人开有什么讲究？一般一般蛇头人开好一点，因为蛇头人开别人过来反野反不到你的野怪，比较稳定一点。最帅的不行吗？我操，你太普信了呀，兄弟们！直播间没有最帅的，好吧，咱们一视同仁，好吧。太强了，那肯定啊，我给你们推荐的还能有错的？我的推荐不会有假，兄弟们，你们直接抄作业就完事了。那个苏苏八级粉丝才选他，行，苏苏呢？苏苏呢？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发个弹幕我看看是谁，还不知道是谁。为啥我的琴也很流畅？可能是皮肤吧，可能你看着比较流畅。下车就别想上去了啊！留着一男给你。下了车就别走了。
哎，他叔叔不在吗？叔叔你在吗？叔叔，四个叔，榜一是妹子不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不过榜一应该不太那啥，愿意搭理你，感觉他很高冷。你能闻到他放的屁，估计都算是沾光了。他很高冷的。这个搭完之后回家搞个鞋子穿，但跑太慢了，好像跑出得起，出得起。我是说你们都不会闻他的屁，知道吗？你们都不会闻他的屁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说他坏话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肯定没闻啊。哎，这个减速有点狠。哇，你敢反打我啊？你有点厉害，你一 Q 不跑，你有点厉害。你也是妹子，哇，47级的大哥妹吗？47级，粉丝牌都不来一个，跟我说是不是？我先把果子抢了。嘿嘿，我怎么感觉他们这赌能这么好玩呢？我感觉，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这些人，给我看的是一愣一愣的。我都呆住了，兄弟们，我都看傻了。你想知道黑铁可不可以？黑铁也可以啊。那个苏苏苏四个苏那个妹子在吗，兄弟们？什么8级粉丝牌？好像还是个铁粉，要不要来玩？他好像还没说，叔叔好像不在，是不是？还没说要来玩。把我劝退了，我走了。这一套我就走了。哎呦！你怎么一直都这么勇啊，皇子，德玛西亚皇子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你到底在干嘛，德玛西亚皇子？不要演你队友啊！不过他伤害，不过感觉现在皇子伤害还真不低啊！你看他打我血量打的，我下的挺多的，我甚至还出的也不假心。其实可以蛮猫，蛮猫就算了吧。不靠谱，不靠谱。第四件整个什么呢？整个水果啊，今天算是太大队，不玩暴击流了，对，暴击削弱了，知道吗？现在好像对我们出暴击不如这个。好，我出那个什么，出这个，
的，这节奏好舒服。可能你看的比较舒服，但你玩的话，你或许会被影响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被你的队友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。你看，我就不会被他们影响，他们想怎么打都可以。哇，这有个神马！你惩戒也别急啊，老弟，还有人偷龙呢，而且惩戒还急呢。我知道他很急，但是他还是先别急，给我逮住了，偷龙的给我逮住了，直接。先杀个野走喽，杀个野直接出那个了，出装是什么？就是穿透的，穿透黑切神针这种。但我觉得这版本的瑞文虽然说暴击流被削了，但这个装备其实也还好。但我觉得他打大龙很慢，你知道吧？风中风，你挑哪个？你挑一个吧，风哥，你挑一个吧，风哥。还有个九级粉丝还吗？九级粉丝还不错。哟，这猫咪还给我那个草呢。哎呀，泰坦真的是一辈子单身，兄弟们。泰坦一辈子都是单身的，这不可能找到的对象，都给他机会了不中用，帮你们找个对象，你们这保不住啊，一辈子单身啊，不杀他，你俩加他好友，他不就同意了吗？一点都不会，哎，我都给他机会了，他不中用啊。九级粉丝才让他上车，就睡个觉，可以，等会你发编号就睡个觉。最后一件其实出啥都差不多了，随便买一个吧。暴击装现在不好，不适合这个，因为暴击现在被削弱了，所以还是这一套比较好。带四个妹子，不是，不过这其实也行，兄弟们，我带四个妹子能不能赢啊？真带四个，兄弟们，怎么说？要不挑战一下？反正都是带水友，我都带四个妹子算了。你们想看吗？我带四个妹子，我直播间有四个妹子吗？我就想知道。一龙四凤，我操，还是你这说话有点不对劲，你不对劲。这波不能放他走啊，这波他有队友。哼，我带四个妹不会输吧？不过我想应该也不会，四个妹在你说也带得动。行吧，来四个吧，来四个兄弟们，来，要开麦啊！你不开麦，我等下把你踢了啊，兄弟们。要能开麦的啊，开麦的都不算妹子，我直接带四个，让三宝，什么让三宝是啥意思？让三宝是啥意思？给三宝留个位置，可以，我知道他。那我那我先正常来吧，等下班再带三个吧，兄弟们。不会直接翻车吧？直接翻车那就难受了。我先把三宝拉上，那个碗里的什么什么。
死人很嚣张啊，你很嚣张啊，你怎么够强啊，你打得动吗？你虽然你真强了，但是我这个神装流纹也不是你能撼动的吧。虽然他椅子也在 A 我了，我的卡塞方面也不差，但是的话还是撼动不了我这个神装流纹。我几指操作我就两指，兄弟们跟你们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我是打端游的，打端游的基本都是两个指头。来吧，很大吧，就是这我一个二层就行了，他妈赢好了。我这个老去把上路线打了，六文现在暴击不行了，是这样的，暴击削弱了，暴击伤害线削弱了，然后的话现在不如出战士六文，因为我刷到了一个国一六文他发的攻略，他说现在六文不如出这个战士装，暴击装的话对六文就是不如上版本了，所以不如出战士装，也算抄作业知道吧，别抄作业的，有作业给抄，你直接抄了就行了，这都一打五了。还有丢失冷却地了，还行，打得过。为什么不用冠军皮肤？我不好用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原皮，我玩什么英雄基本上都不太喜欢原皮，我都是这种特效皮肤用习惯了。右手只要一个手指头嘛，是的，我滑屏也是右手大拇指，反正就两个。